现在外面在抢购，莹莹，如果你要来买的话，你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回去？我会想买零食。那甜甜呢？首选就是要买的东西，首选也是零食吗？那你的首选是卫生纸，因为真的大家抢太夸张了，到时候没办法擦屁股怎么办？不会，那个屁股可以让你擦300年。你有没有看新闻？我的时候都被大家抢走了、啊， oh, 所以我现在要存，要存，要买，少买。从上次到现在都没有卫生纸不够的问题过。但是因为有些卖场，对，有些卖场都已经被人家抢走，不让人家买。对啊。那我们先进去看吧。走吧。莹莹在装扮，大家看，莹莹已经穷的连衣服破洞都没办法换新的了，穷到不行。不装是你亲友要买要换，请自己去同事里面哦。请问我要挑什么粉布料？82。16吗？还是它是要？是我要过吧，一条16元。你要挑几粒？小玉几根？哦，是小玉。这边挑一个站得稳的。西瓜都被你拍烂了。哪会？这颗怎么样？他1290说的，我们要看他可不可以站得好。可以。不行，他站不了。怎么跳？他好像蛮稳的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嗯，蛮稳的。蛮稳的哦。就他，但不知道甜不甜。没关系，我再加砂糖。感觉应该很好吃，一颗13块，买个一颗的。我刚刚就是说这个啊，你要说的。我要挑香蕉，这样是要怎样？直接拿一串吗？我要这个甜不辣，直接一整片。可乐饼做成寿司。我挑好了，山药以及洛梨，感觉应该蛮好吃的。你们都是怎么准备企划的？我们都是摄影大哥突然说什么，我们决定要与不要。要的话有一个记事本，里面都是他想的企划，然后每天来的时候会打开记事本跟我们说。他的计划有什么？然后我们再说。我觉得下一个还有吗？